冠道的各位同修，让他发扬光大，永续传统。希望我们能够得到证明，一贯道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对全世界的贡献，华人社会还是一样很坚韧、很坚决的把我们的文化给传承下来，也做得蛮好。刚刚我们看到的崇德清明自宫，他们的手语表演就是一道马来西亚华人的风采，就是那道一贯道青少年的风采。其实真的好多道场是在那么红灯的啊，他们不是要展现大的硬体建设，他们要的是落实在家庭，落实在自己的心中，这就是一贯道的。在文化，在马来西亚有三只脚，我们很多人听华夏永远存在，媒体风向球，社团看东西，唯有一个永远不变的核心价值，就是我们的道场。各位在座的道亲，责任在肩上，使命在心中。部长对了哈，今天校长跟他讲，不能够落叶归根，就落地怎么样生根。跟校长说，我们还要回去落叶归根，还要在全世界落地什么生根。我们的文化有天下大同的理想，有博大仁慈的情怀，有自强不息的精神，有创新开拓的智慧，被我们大家要保护的自信。天恩浩荡，无处不在，让心怀感恩的人得到滋养，让勇于承担者看见未来。道尊普惠，在每一个人身上展现了人文的美善，在每一个地方都充满了感人的事迹，演绎了道化生活的传奇。一贯道确实在他的那个信仰方面，就是他传承了儒家的核心价值。从我们一贯道的那个活动来看，他是特别强调慈善，做了大量的就是慈善事业，还有他们在社会上真正的在实行的体关系里，每一个人之间彼此相爱，看得出大家对情形对情特别尊重。为什么尊重他？就是唯一的理由就是这些品德高尚。总结一句话，我觉得一贯道是真正的传承传播的中华优秀的文化。信心与行动是拓展道路的双翼，德量与气势是道场传承的动力。分区、分界、分道场是教化培育人才的方便法门。我们终极理想、修办目标相同，每一个白羊天使都散发着自信的光芒，每一处佛堂都是道气鼎盛的大磁场。齐家修道，四代同堂，发心修办，了愿行功，开创未来。20世纪的这一个人际关系学，我觉得孔子是第一人。阿弥陀家他还没有兴盛起来的时候，那么就要用老子的无为而治。但是呢，来到有确定现实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能够安居乐业的时候，那我们就需要社会需要一套能力。那儒家里面呢就讲很多能力，那使得这个社会有秩序。我为了一个理想，我们文化一起来建设国家。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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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们自己都没有看到我们自己的长处都被他们发现，学者专家一定有他们的对此行的看法。我认为是他，他在传承中华道统方面，他做了一个巨大的贡献。这个贡献就是他把中华五千年的道统，把儒释道三家以及其他各教派的精神归纳起来，然后呢，把它合并为一个教化体系。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他从一个传统的一个一脉道，转变为一个现代化的体系化的和国际化的脉道，这是一个巨大的一个转型。为什么呢？中国文化能不能进入现代化，这在大陆上是一个极大的证据。到现在才知道，要到大陆开会，还有许多人在批判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一般到提供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说明五千年的中国文化完全可以转入现代社会，成为一种集体重要的培训基础。大陆学者了解一般到很少，因为我之前读书学，我在大陆整天读书会，包括儒家学者了解一般到的也非常少。我觉得根据大陆目前的政策，根据大陆文化的需要，我是建议锻造多到大陆办补习班。一贯道在这个弘扬在传承在发展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这方面做的贡献是非常大的，可以说是鞠躬尽瘁。可以说当然不仅仅是一贯道，其实在这个马来西亚这边很多的华人都是在做非常好的工作，但是一贯道在这块做的是非常有特色有很多成功的经验。一贯道在海外华人中间的传播中华文化功绩巨大，实际听来你们每时每刻都在感动我，每一个人都在感动我。我就是在这讲，我就很少听到过一个这么大的群体每一个人都是那么高的，这是一个很好的品德教育。所以这是一些在我的人生中间是难忘的经历。人间以及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也就是要帮助中国实现文化大国，实现中国梦奠定人格的资历。请问一贯道的主神是什么？一贯道的主神是什么？佛法的最中间的20个字，如果有拍到的话，20个字就知道它是三教合一的一个根源，它是有万里之争的，所以它是上面根本我们指的是明明上帝，那明明上帝是万里之争，那这明明上帝是还代表什么呢？中间叫无量清虚之道者，右边的是至尊至圣是儒家，左边的是三界十方是佛家，是从四道三家呢是万里之争就是道。所以一贯道它是传道，传道以后它是智慧全面的开始，它是心灵的启迪，它不是知识面的传授。所以透过一个事情，它本身就被转世成智，把一般的知识面转成无限的智慧。智慧是全一贯，智慧是不必学习的，智慧它是开始式的，以后就源源不断。我们表现得好，你就发表成绩。表现不好，我们也挖几斤，我们也接受。但是我们非常期待你多多给。承担是一种态度。世界会向那些有目标、有远见的人让路。在道场最需要的地方，我们责无旁贷。要让有限的生命成为无限的慧命，要让短暂的时光成为永恒的星船，团结合作，再创新局。我们热烈掌声，我们谢谢一贯道走过30年的旅程，大大的传承，堆积了无数前人辈们开荒闯荡的血泪史迹。后人的承恩，来自于前人辈们为度化众生的锦救。顶救灾劫，
一贯道已经传遍世界各国，这是天命真传的珍贵，以及前人辈们牺牲奉献、所有前贤积极修办、弘扬大道的成果。道德经云：“天之道，不争而善信圣，不言而善应，不招而自来。”在此，我们一起祝道：师尊师母，天命永昌，道弘扬世界万国九州，广度有缘，共登道岸，让人人生命重现光辉，让人间净土早日实现，为我们能够共办三朝之一大事因缘，让我们给自己热烈的掌声。好，各位在座的人，各位前辈，奉总会的指示，现在来跟大家做个报告。现在这一段叫做奉总会的指示，来跟。